无够长，世间事想来心酸。一杯酒敬你也敬阮，你也袂讲。真正嫂，这药也是你咧吃的啊？钢管，刚无吃药，干嘛你管事？我是好心提醒你呢，啊你即摆大巴肚啊，吃药啊对宝宝无好呢。为着你这个小查某嘛无咧惊的，不管是虾米人做你的宝宝，做你的查某囝，后生拢有足歹命，足可怜呢。小老鼠啊，高坑里啊，迄鸡嘴哦放较清气的，啊你也是几工无讲话哦，阮也无人会抓准你是 A 狗啦。今仔日我是倒来看行李的。物件客客，我就要离开啊！啊，刷落来哦，我是要去甲客户应酬食饭，做服务员。哼！小杂二，夹出去你啊，小杂二！老公，你袂感觉潘静静怪怪？什么所在怪怪？啊，家己单出来就当作无代志，要不然就是 S 代哦。不是啦，我唔是咧讲这個。我是讲哦，潘静静拄则咧食药啊呢，伊即马是大巴肚的人，哪有可能安尼食药啊？而且伊的心机遮尔啊重着，伊一定知影想要留伫咧着噶，爱靠伊巴肚内底宝宝啊。伊之前嘛伫咧制药公司上班过，应该知影遮着。我感觉这其中一定有。这样就歹势呢，过你专工哦，请我食一顿饭，多谢你啦。食一顿饭哪有算啥？我着爱感谢你，感谢你替阮悠悠完成伊的录影作业，还佫有救阮悠悠一命。一娟阿姨，你说等一下要出去玩哦？当然可以出去玩啊，可是哦，你要把所有的菜菜跟饭饭都吃光，不可以偏食。等你吃完饭以后，我就带你做洗头。悠悠就是安尼啦，伊若想到啥物哦，都差袂滴。啊，所以点袂遮麻烦，恁两位啊哦。袂啦，其实一点都唔麻烦。悠悠伊真乖，伊嘛会用甲伊沟通，所以带伊出去吼，无问题。悠悠啊！现在天气在变啊吼，出去外口吼，你外头爱擦咧，较袂去感冒吼。来，给你。阿公，我会冷，会自己穿外套啦。你不要一直提醒我，这样很啰嗦哎。悠悠，阿公是你该关心的，你哪会使安尼甲伊讲话？紧甲阿公回信嘞。但无要紧啦，悠悠个性就是安尼，有啥物讲啥物。伊不怕伊啦，安尼喂，啊虽然拄只上当哦，对悠悠讲话口气就较无好啦，要唔过上当并无讲唔对啊，你袂当伤过心悠悠，安尼顶多对悠悠无好。我嘛知影讲囡仔爱教，但是悠悠都阿少岁咧，大大来啦。悠悠，阿姨问你哦。阿公哦，这么辛辛苦苦把你请来养大汉，要过即马，敢若是烦恼讲哦，外口的天气有渐渐啊变寒，啊伊惊你会感冒，所以哦，甲专工叫你哦爱加踏一束沙。啊，你竟然对阿公讲你很啰嗦哎！阿公叫你听伊，伊心肝内敢会艰苦？啊，自你细汉到大汉哦，上听你的人是啥物人？是阿公呢？啊，你袂感觉家己做唔对？你应该甲阿公回一声，是嘞。阿公，对不起啦，说错话了，请你原谅。想袂到悠悠遐听雷管的话，伊对悠悠真正有一套。好了好了，你知影唔对就好啊，啊你即马较大汉啊。阿公以后袂阁甲你念啊，哈！谢谢阿公。上课叔叔，我的果汁喝完了，你可以陪我一起去跟服务生说吗？好啊，我陪你去。
别管啦，悠悠这个囡仔哦，个性就较放神，也有较无礼貌的所在，请你多多包涵。没啦，老实讲，我感觉悠悠伊本身足好呢，伊这个囡仔足乖的，而且伊嘛足巧，会用甲伊讲道理。只是讲哦，我有一个建议啦，我希望哦，黄立伟你哦，卖阁这么像悠悠啊，你干那晓生意，袂晓管家己。啊！伊就掠准讲哦，无论我做唔着啥物代志，拢有阿公给我做靠山。这时间一久啊，迄路哦会无细致安尼行偏去呢。啊，是安怎？我讲唔着话啊，歹势啦。无啦，阿罗，你拄只讲遐个话哦，我话雄雄想着阮早囝。早囝在生的时阵，甲你讲的话拢同款，伊嘛烦恼，我对悠悠伤心。我看吼，我甲悠悠的方式，真正爱改变一下。来来来，英啦。卖客气，好。谢谢。悠悠啊，来多吃一点红萝卜跟蛋蛋，对头好壮壮哦。敢知影？是安怎上道叔叔不爱和你硬吧？因为我挑食。你很聪明嘛？那那是你跟我讲，是安怎你不爱吃红萝卜？红萝卜对身体很好呢。因为我不喜欢它的味道嘛。这要哪会用的？你袂当干那吃家己爱吃的物件。啊，其实吼，你嘛爱食一寡对身体真好的物件啊。悠悠，你食一寡有营养的物件哦，才会长得高、长得壮、长得快快。可是我就不喜欢红萝卜嘛。好啊，既然你不介意吃，那安尼我就不勉强你啊哈。杨哥老实跟你讲吧，其实吼，我甲上套叔叔吼，阮两个就不介意出去佚佗的。所以蛋姐本讲完以后，你也对阿公得体哈。不要，我要出去玩。你不喜欢吃的东西，你就可以不吃。啊，我跟上道叔叔不喜欢出去玩，我们也可以不出去玩啊。处长，我想要甲请教一下，最近你敢有听讲巨阳生技的前任董事长杨水钓先生，敢有啥物人甲伊行较话？无呢，搬一组是要探听啥物？是安尼啦，我也听讲杨先生最近有一挂动作，可能是针对阮先生特别上任巨阳的董事长原因啦。林董诶，无安尼啦，请你先去包厢内底小等我一下。我有一个朋友拄好伫遮，我想讲甲伊拍一下招呼，连伊就来。好。薏仁汤，我想改啉薏仁汤啊。好，那还拄好。阮早间吼，以前嘛上爱啉薏仁汤。我也喜欢喝。有心的人敢毋是袂用爱啉薏仁汤？这赵丽娟敢毋知这禁忌啊？那你麻烦稍等，你替我处理一下，阿老师，我来清理他。
底是有心啊无？新闻啊，会当带我的后生出来佚佗，看伊出个这么欢喜，一切就值得了。是你的爸爸妈妈，是安怎读到恁同学问你的时阵，你要给伊误会？因为别人都有爸爸妈妈陪啊，我也想要有爸爸妈妈陪的感觉。可是我不故意骗你的啦。悠悠，以后只要你欢喜，你会当把尚老叔叔当作是你的爸爸，然后当作是你的妈妈。我买家电和你变成不变，好不好？你说的，不能说谎。
要跟妈妈相依为命啊。虽然讲你无爸爸，不过你放心，所有人拢会疼惜你。你要相信妈妈，妈妈绝对会让你过得足幸福、足快乐。你不是最近真有名的 model 追你，你哪到底家？你来了对台湾，我要你给我一个交代。佳明，你敢知为着你，我付出偌多？为着要陪你过生日，我连演出的机会我拢删掉。要不过你即马所讲讲一句，搁心袂合，你就要跟我分手？到底是跟我当作啥？对，你真有钱。要不过有钱是搁安怎？我嘛会赚啊。佳明，我拜托你。你莫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是真正足爱你，你莫离开我好不好？一个看起遐尔水、够伶俐的查某囡仔，是安怎被安尼委曲求全，硬要挽留一个心意无敌的查甫人啊？我有时讲别人，无时讲家己，我嘛真正足戆的啊！再靠家己想通才用的，我嘛无方便讲啥，希望伊家己看破。佳明，你若是今麦阁唔来看我，你一定要后悔。我今麦伫咧病院厝尾顶，才风尽头。我若是徛无在，电话我去找你。我是讲真心，我给你三百块。三百块，你若是再唔来，我报警。喂，吴雨倩，这是楼顶人，有人想袂开呢，你出来做啥工啦？紧的啦！去你楼顶较麻烦，时间会较久。
我这虽然是规定了解总统，你敢是不是证明都不了解？是呀。Yeah.哎呦，伊讲的时间特别到啊，那拢无人斗三工啊。万一伊现在想袂开是要安怎？我看我是来拖时间啊。经理，你莫想袂开好无？你的心情我当了解，我知影，我了解你的痛苦。其实我嘛甲你同款，对着一个真歹男朋友，对我一份内伤。你现在莫想袂开，就算你别为你家己，你莫为着爱你的人想啊，紧落来好不好？来，紧落来。小李，你想哪要地台湾？拢是记者，你若无想要上社会新闻，就请你过遐看。啊，若无给你保证，你真无敢那大放异彩的意思路，立马上结束。想看卖啊，是不是去等？等下了，我就袂向你忝啊。忝，我做一寡厝内代志，你忝啥？你无咧斗三工，当然嘛唔知我有偌忝，干那要翘脚做老爷。你哦，就是自细汉去阿妈生到大汉，结婚了后佫去学去走一圈，生到歹去，今嘛唔知变到遐尼无体贴。哪只啦？Yeah.
啊，多谢多谢。没。哎呦，妈，这看不出来，你也要十五天哦。开玩笑，我妈是理性的，迄个刚时阵啊，讲得表会替俺办事的。啊，我跟你讲啦，即阵我等下下岗，你处理代志，我也是我问清楚啦。顺便甲我指示，讲内管原本今年是无啥有可能有新的。我想这一定是因为平常时我替表做足济代志，啊，是毋讲我逐工拢甲求，求看有算通考无？所以今年才互微微一个，互内管一个。我甲恁讲，这一定是因为我做足济好代志有诶福报，所以讲。你一定爱珍惜，知无？知。而且哦，我嘛有想说问你，甲阮永俊的代志，啊，结果是啊，佫袂歹啦，所以我才会把酒客气，也无反对恁两个做伙。啊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是无乖命，有共款会改变哦。所以讲，千万着爱安分守己，啊，若无时到，性命若无佮你保庇，我也无法度。不然现在不留我妈还是不留性命，不管怎讲也是方便成功的。我现在公司好嘛，说起道理啊，靠妈咪倒一下再去。啥啦？卖个哎呀啦！我请你倒，走啦，雷冠英倒要提物件去啦。我跟鬼去走到一圈。我这周末，咱家出去剃头，时间吼，我也去载你，阿你爱乖哦，啊，悠悠拜拜。雷冠姑娘，我发现你真正足有母爱呢，你一定足适合做人的妈妈。我知影，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好妈妈。你也无囡仔，你哪知影你也是一个好妈妈？什么人讲我无囡仔？雷冠姑娘。你家有新的代志，我已经知影啦。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假使时间我有囡仔，我绝对是一个好妈妈啊。我知影，你就想要做一个妈妈的，无安尼啦，你给我你的生辰年月，我来替你算一下，算一下你的子女运。三月十八号，猪时。雷冠姑娘，你是不是报唔到你的生时八字啊？因为你的生时八字甲五行对开，你应该会拄到一个真大的灾厄，几年前应该就亡身啊。无啊，啊你拄只问我是新历啊，还是旧历啊？当然嘛是旧历。我著讲嘛，我拄才报给你哦，是我的新历啦。你真正是古早人，即卖已经无人流行哦，咧报旧历啊啦。那恁的旧历是倒一天？哎呀，免算啦，免算啦。啊，有囝无囝，天注定。就算讲你替我算出来，又会得安怎？我要去洗手间啦。你咧读书，你来伫内管家，啊内管咧，伊伫洗手间啦，看有需要叫伊。哦。哎、欸，别，我来当等伊啦。吴尚道，阿姆毛就关心赵丽娟最后一届参加是当时啊。我唔知呀。啊，你逐工拢住伫个遮，哪有可能唔知呀？讲啦，赵丽娟哦，伊敢有去参加？哦，我真正唔知影啦。哦，你看，你的面啊，就是不要讲白话。你偷偷啊跟我讲，赵丽娟是真正有心还是假有心？讲啊，你讲啊。够了喂！
然伤到这些老实人哦。啊，我只是问伊几件代志尔，你是紧张啥？心内有鬼哦？没关啦。你今仔是安怎哈？那面就这歹看的。哦，妈，啊，我的人有淡薄啊不爽快啊。我来讲，关啦。啊，这是烤地油啦，我专工会下岗贴俾我你的，这真补，对身体真好哦。你也可以加讲，安尼我的金身才会头好壮壮，才会健康臃肿哈。好啦。妈，多谢你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家己身体。赵丽娟，我今天你会来，那是因为永俊哥要订月子中心，所以我才会来处理。喏，你的妈妈手势好啊。变啊，我吼回去阮后头厝住着就舒适啊，不需要到月子中心啦。莫住准都煞。是讲哦，人阿母哦，即个专工起来，就是因为关心你巴肚内底的宝宝。啊，你唔就应该爱摕迄妈妈手册出来，互阿母看一下，看一下迄宝宝的状况啊。当然嘛会用的。啊，是讲妈，歹势啦，我的妈妈手册都放伫阮妈一边。连工啊，我若回去吼，再专工送去给你看。啊，我今日出去几工哦，真足忝的，我先去嘛休困啊，爸甲你就好啊吼。哪里老干？是啥物时阵去商店？我陪你去。伊也是讲即马，我陪你去电话摕妈妈手册。妈呀！哎呦，哎呀，伊连问伊连问，你无听人讲伊足欠，要休困来啦，问东问西。啊，我只是想要让伊安心。啊，想啥？来提箱啊！另外，卖菜，你还欠你做你休困，我先来走。啊，烤地油爱加食哦嘿。妈，多谢你啦，啊，你顺行啊。行啦，哎呦。你讲公牛，我是认为你应该把代志的真相讲出来，莫去骗人啊！你也知影呢，讲一个白贼，就要讲更加多的白贼来骗人，安尼真正足忝的，而且这嘛是做口业，这是我的代志啦。无需要你替我吵。也毋过，这个代志即摆已经愈来愈复杂啊！我希望到这为止就好。哎呦，这要哪会用的呀？我倒也袂对交通局那边哦，把属于丢家物件摕倒转来。就算讲时间要用搬的，我嘛要继续搬落去。有啥代志？啊，无啦，阿姆，啊，你唔是讲你坐车哦，坐到腰酸背痛，我专工替你约去 SPA 按摩，要你享受一下。行，我即马先带你去。哼，还是有影无影？你当时变到这大心，阿变唔惊？嘿，你看啊。赵丽娟哦，真正够干巧诶！既然你用假有心之招哦，甲大家骗到玲珑色啦，都怪，无怪我拢无看伊摕妈妈手册，因为啊，伊根本就无有心。我实在是足看袂惯是赵丽娟定假甲袂准，你家己足敖诶咧，所以毋就想讲要甲代志查清楚，替你甲蒋永俊出一口气。看着真个气，讲大小姐。这边哦，拢是你的功劳呢。即马我知影这个秘密啊，我都唔免惊伊伫我面头前假鬼假怪，更加唔免惊讲哦，伊会利用无心哦，又可用出个心。潘娜小姐，多谢你啦，你真正是我最大的温情人。我哪免甲代志讲到这尼啊严重啊？是讲，所以你有先看啥？我会直接去找伊，提这给伊看。看伊还佫有甚物话通讲？你是咧讲啥？啊，我直接去找摊牌，安尼讲唔对？当然嘛唔对，讲到恁遮少年人哦，想代志也袂想遐远诶。我问你啊，假有心干犯法？无嘛，
就算讲你甲政府找出来，是可以当个人安怎？阿公讲我只会当带出金金，看会听变鬼变怪，阿煞无伊的法咯。嘛毋是真正无伊的法啦。我若是你哦，这政府客咧，我绝对着甲甲代志闹好大。好着甲的人拢知影，赵丽娟伊有心是假的代志。而且要有赵丽娟，伫恁家的人的面头前下戏下贱。搁再讲啊，赵丽娟到时阵一定会知影。伊若是想要甲你打，最后歹看的人是伊，毋是你。而且搁会当有蒋红俊对伊特别死心。你真正讲啊，足好，足有道理的呢。这个赵丽娟哦，一定以后是我最好气的。这次哦，总算给我找到一个机会，我一定好好对付伊。连我是有那建议你啦，啊，你还没调解的时阵，小花是甲贾永俊还佫有伊骂啥的。有因在你的靠山，安尼调解的人，伊才唔敢有袂甲你顶当。是煞会当予大家知影，你才是唯一一个有贾永俊囡仔的查某人。我一定传永俊哥阿哥阿姆真的去，只要有调解人遐尼济着，我一个去哦，马上袂着。真的是真巧呢，小可点一个通啊哦，所以爱记的，这一遍还有赵丽娟一个好好的下马威。潘大小姐，多谢你啊！这届哦，我真正是欠你足大的温情。阿姆哥，你放心，以后你唔管遇到什么代志，你尽量讲，我跟永俊哥会挺你到底。靠刘雅玲是咧变啥物梦？啊！这游乐园拢已经休困啊，叫约我来遮稍等。而且时间哦已经过遐久啊，啊人家还袂到，真正是做无时间观念。我这个骂一个在你心肝的，是毋是足重要的？三百兄弟啊，遐阿婶大家讲，当然嘛是足重要的。哪呢话重要？你讲啊。你安尼问我，雄雄知要哪讲？啊，讲真实的，我甲你相处时间哦，比甲阮这兄弟姊妹相处时间搁较侪。啊，若讲你甲伊是比重的啦，迄一点哦，也袂超过。甚至更加重要一丝丝啊！哎呀，为
场，我唔知要哪形容这重要性啊！啊，我知啊，就是你的代志，我的代志，我的代志，就是你的代志，就安尼。赵师多，有你一句就够啊！听你安尼讲，我已经就不安全了。哎，是安怎啦？看你个目眶红红，想咧要哭要哭安尼？你若拜托啊，我都要痛哭流涕啊！你是咧目眶红啥？你失眠啦，我哪有啦？我甲你讲哦，今日一拖，我会甲你算，因为我要送给你的礼物是别项啦。你还有别项？你莫搞创治哦。无唔对，我就是哦，要甲你定价，爱袂叫我。这眼罩挂起来。哎呦，唔敢吼，这个礼物咯，无带的查甫人是唔敢收的。想讲我唔敢，挂都挂，惊你个。我咧讲，地球是伊个小度会着，你也是敢创你哦，连便你也洗你，我绝对活你死。好啦，袂啦。小蛋，快点调起来。下当看。哎，壮壮，齐老师生日快乐！哎，谢谢。刘晨曦，生日快乐！哎呦，麦哥要向你签婚啦，啊，咱也要拢叫名好不好？赵师大，让壮壮甲秋萍来陪你过生日，就是上好的生日礼物，对吧？我这个好兄弟，你实在是足讲义气的。来来来，我请坐，我请。哈哈哈！最暖的笑。我天，祝你告白成功。